请我们的阿义舞蹈班带的 Part 2开场舞蹈歌曲《忘情的圣巴舞》，邀请所有的现场的观众朋友热情的掌声、掌声鼓励、尖叫声。掌声鼓励！哇，来哦，我们到我们中间的舞台哈、哦，来各位舞者哈、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哦，表现得真好，哦，来我们的主任哦，来哦，很感谢我们哦，今天哦板桥阿义歌唱班哦，我们的主任所带领的舞蹈班哦，表演的这一首《忘情的圣巴舞》，好看不？
哦，来，主任哦，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谢谢我们这个舞蹈班成立多久了？啊，没有，差不多一年半了吧？一年半哦，头年半嘿，年半哦，对，因为咱有帮着阿姨歌唱班了后，才开始成立。啊，咱的帮着阿姨啊歌唱班已经两年多啊，是，对，已经两年多了。老师讲话麦哈，太严肃啦。哎啦，是是啊，好，我拢唔敢讲话，唔敢。我头一届甲你访问啊。哎呀，啊，咱早起才见面啊，尔啊，今嘛搁见面。哎，小蛋糕要见面呢。哎，对啊，啊，较自然呢。我们哦，用正式这个访问的方式，因为我们这个舞蹈班，对不对？短短在一年多的时间可以成立起来，你看每一个哦舞蹈这个安排的细节哦都非常用心哦，包括我们每一位学员哦，还有我们这个好朋友哦，都一起这样参加这个舞蹈班。哦，这个非常不错，给大家给掌声鼓励一下，真的很棒。谢谢谢谢，真多谢啊，多谢咱棒球歌唱班的同学，大家拢足收听的，啊，大家哦拢足认真的哦，啊，唱歌吼、哦、风评很好，大家拢唱啊足好，啊，跳舞嘛足认真，今日足用心的，台顶咧跳，台口嘛咧练习啦，啊，谢谢，啊，因为咱阿姨老师哦。实在是哦，缘投啦，家己囝嘛是爱娱乐啦，哦，对不？哦，缘投啊，够高噶，真的是很优质，他很上进，正家己个囝嘛是爱娱乐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足上进，啊，真多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，啊，够一个学生，大家拢都疼惜的嘿，啊，疼惜阿姨啊，啊，继续甲捧场支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阮棒球歌手班。唱歌嘛足好，跳舞嘛袂歹。啊，若在板桥附近的人，小广告嘛会使来参加。嘿，啊，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啦！谢谢谢谢。哎，感谢我们主任，感谢我们的舞蹈班哦，再次掌声鼓励，感谢您们。好，稍作休息一下。谢谢好。